哎呀，公子要真有围口吧？这个柠檬手机给他开个围了。咦，过年手机看起太夸张了，我家里马上给你围。不行，你想赌自己去弄。哎呀，我给你家里下一壶醋嘛。好，你加点嘛。你又敢玩弄我公子呢？你要把我毒的嘛？刚才是放椅子嘞。嗯，没有胃口。我加点辣椒面。就回去了。进来的家人们，给咱家人看一下啊，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？这个叫帝王蟹啊。哎呦嘿，那腿特别好吃啊，喜欢吃的啊，给个小爱心，谢谢了啊。哦，12到15个，12到15个，三包也就在40个吧，40个这样。看这个质量，满足。嗯。哇。媳妇儿吃哪一个？这个大的。来个大的。吃大的得要双击。二姐们，现在给个双击啊！老李，这一个龙虾五斤。啊下个视频，咱吃个吃劲的。好，来，录。这昨天吃了个龙虾，媳妇儿没吃够，今天还想吃。今天咱再整一个2斤。哎嘿，这个没有，肉好像不太多。太肥，哎呀，2斤重，就是2两肉，老铁，就这么大肉，来吃吧。一天天的，家里有矿，哎呀，慢慢断了一点，哎呀，拍个虾头，想吃，哎，哦，过去。虾黄，虾毛还有。双击给一个，明天吃10斤的。饭熟了，老铁。吃个啥？来个面包蟹。媳妇儿今天想吃面包蟹，我给她整了一个，看看肥度咋样啊？哎呦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肉，试一下。想不想吃？想吃。想吃，给老铁要个双击，还可以。老铁们喜欢吃的给个双击啊，谢谢啊，给一个。高不太多，来录。挺肥的。也还可以，但是不是太肥。这个季节面包蟹不太肥。大肉。老铁。双击双击啊，谢谢了。老公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嘞。开吧。媳妇儿不在，来上一小锅，吃个小海螺。哎呀，啊嘿，断，大肉。
点红油。再来一个。让你的段儿，完美。不难，干燥。双击给一个，也就给一个吧。您好，您好，你又在吃海带啊？我吃的不叫海带，我吃的是咱家的腌制裙带菜，比海带的叶片啊要滑要嫩，口感要好。你给我来一箱。这样一张都五分之一都用不完，还要找你钱呢。咱这一箱啊是五斤肉，可以啊泡发15斤左右。这一小撮啊可以吃一顿，回家啊凉拌、做汤、涮火锅、包饺子、包包子都可以。如果你也喜欢，点下方购物车看一看。马上要出海了。做了一个裙带菜鸡蛋汤，简单吃一口。谢。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咱家裙带菜，这样满满的一箱是5斤，能泡发出10几斤，才10几块钱。想吃的朋友来一份尝尝吧，谢谢了。来吧老铁，天天都说我不舍得给媳妇儿吃，咱家老铁帝王蟹大澳龙，来个蟹腿，有点扎手。鳄鱼魂，蟹柳一只，来媳妇儿，帝王蟹没什么吃的，就一个，贼好吃。哦，吃完了，来再来一个。喜欢吃的老铁，给您的来个双击行不行？来啊老铁，双击能不能给一个？哦，鱼，谢谢了，给一个。后人路上回望我，只因我的怪模样，后人谁能明白我？今天眼睛多算亮。人是各有各理想，奔向目标不退让，用歌声，用欢笑，来博知人的赞赏。